用北有太极，南有咏春来形容咏春拳中老气既广，练习人之多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咏春拳是为南拳中一支武术奇葩，是国家发掘保护的武术品种之一。李小龙将咏春拳推向全世界。广东佛山恒南老先生将咏春拳发展到有形与无形之中，随心所欲之境地。咏春拳为内家拳，一招一式都发自内力，以意迎气，以气推力，以达到意气力合一，具有极高的散打实用性。广东佛山恒南咏春拳套路有初级套路小练堂，中级套路寻桥，高级套路标志，器械套路有蝴蝶双刀、六点半棍，还有彭氏咏春拳独有的木人桩练法，是学习武术爱好者不可多得的武术套路。